高中两个月。大家矮。这个礼拜啊，这个礼拜才有时间。安排安排。那个盯着那个娘啊，搞定吧。真的，等到还在等。其他些呢？其他亲戚也是来的，我都不懂。是啊。那个北京那个呢？还不那个？还不要等下周。全部都还没签。是啊。都是嘛？我也见的都还没签呢。可以先去见男朋友，他穿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方便啊。